多少利益用用的。你猜我要叫你出去，你再用力来，我就叫你出去。是这样，不是很这样。是以后年龄上，你们不要恐慌，我这个没有恐慌啊。啊，你就是你看看，好像你一个腿两个腿两个腿就是这样，你就是两个腿没有手，有两个手。就是我这个一个手给你贴了，我实际上这个手也在扭转了，我都在扭转了，都在扭转。那我这个手拿了，这有时候都阻止着你啊，都我阻止着我的手啊，我这个手一年就是我这要到你阻止，我这要到你阻止，啊。所以是衍生，你不能我这个时候，我这个时候推你，所以到这里，我这个时候到你这，啊就是这，你两个人不好推我，眼不离手，哎对，眼神神很重要的，眼神很重要的，我们练就是练精气神啊，神就是。这样练了以后呢，这个波会圆的，圆的，圆的，它这个是一个圆的，这样。我要这么闪？不能，你要真的闪。啊？不是，你这样闪。想不到这么。可以，我们两个手啊，可以吧？我们两个好，这个是一个是大的，一个小。OK， 那好吧。OK， 再见。这一个手推了以后，你要练两个手。